相思而生的宿命，你会骄傲吗？无数次的痛苦挣扎，无数次的跌倒伤疤，是认命还是选择面对人海中早已傻，眼泪也曾划过脸颊，哽咽的声音变得沙哑，也要挣脱命运的枷锁在坎坷我也不怕。从来要告诉我这样做是否对吗？卑微的活着，你们是否觉得很可笑吗？纵身一跃，哪怕前方是万丈悬崖，粉身碎骨会开出希望的花。生命啊，彩虹般绚烂在一刹那，我要变成璀璨的星河，永不落下。没什么会让我感到恐惧害怕，相思而生的宿命，你会骄傲吗？全森林都嫌弃我是吧？啊啊啊！好疼啊！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你受伤了，让我看一下。伤得不轻啊。会有点疼，忍着点儿。谢谢啊，你叫肖依依对吧？你刚才说你想成为风天晴那样的人，是真的吗？对啊。其实我也。师妹啊，你在干什么呢？赶紧回来帮两个师弟抓幻兽，时间不多了。啊，知道了。失陪了。多管闲事。对不起，大师兄。第191名考生通过，剩余名额9名。完了，怎么办呀？我不想被淘汰啊！我不想跟小芳同房啊！等等。有了。能让幻兽嫌弃，是不是也算过人之处啊？早知道保不齐能挣大钱呢。第199名考生通过，剩余名额1名。师妹，看什么呢？跟我过来。来了。好了，时间到，天武学院入学资格考试第一场结束。等一下，老师，还有我。老师，我也抓到幻兽了，不是还差一个名额吗？那你的幻兽呢？在这儿呢。这是什么鬼啊？完了，这下真没戏了。小子，跟我耍宝，
你胆子不小啊？没有啊，老师，听我解释啊，我抓的明明是魂虎啊！就这玩意儿，你说是魂虎？骗子，真搞笑！无耻也要有个限度，谁呢？当我们瞎呀？我没骗人，我抓的真的是魂虎啊！我可以带你们去看我做的陷阱，我有证据的。是吧，骗子？回家卖你的酒去吧。那个魂秘被人施了幻术，难道是有人在故意整他？还是针对这次考试？好在其他人并未察觉，先尽快结束这场骚乱。好了，都给我安静！楚凌霄，啊，第一场考试成绩待定，继续第二场考试，我们会派人调查并核实关于魂虎的真相，如果不服实，即刻出局。老师，这么明显的谎话你也信？不是有什么潜规则吧？还有一件的，可以留下继续抗议。其他人，跟我去下一个考场。不是，这也太便宜他了吧？就是啊，接下来，我可不会再这么客气了。都听好，这里就是第二世的考场深渊之桥，这一场可是动真格的了，现在想回家还来得及。前五十名在天亮前与我在桥对岸会合的视为通过。哎呀，去，哎呀，你不要缠着我了。哎，我说，哎，你走开。好了，这东西不能带入考场，我暂时保管。那么我宣布第二场考试正式开始。快啊，快点，我有钱，等什么呢？我的魂虎。哎，楚小狗，你怎么不跑啊？哼，哪有那么简单啊？看看那些还没有动的人，都非等闲之辈。这场考试没那么简单，不然穿过一座桥，怎么会要到天亮那么久？另外，既然是要跟沙漠老师会合，所以跟着沙漠老师才是明智之举。可以啊，楚小狗，让你蒙对了。所以说，跟我在一起久了，你跟。大宝姐，沙漠老师已经出发了。等等我啊，快点，白宝姐，你别掉队了，前面的雾好大。糟了，雾太大了，已经看不清路了。沙漠老师呢？沙漠老师呢？沙漠老师不见了。都说了要动真格的了。啊，很不错嘛，不过这才刚刚开始。什么？突然改变跑法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原来如此，这些虫子喜欢吞噬幻魂力。什么？对声音也很敏感，难怪沙漠和白狼突然改变跑法。不过正好可以利用这个让那家伙出局，虽然会伤及无辜。我们得尽快追上沙漠老师。这是第一波上桥的人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沙漠老师呢？追上沙漠老师！快，沙漠老师！这是什么东西？金的，我家里多的是。你太败家了！救命啊！大家别慌，不见阵。是大师兄，不回见阵。哇，好
好厉害啊！别看了，你还有闲心啊！小心你！救命啊！救救我！师兄，这些应该是万畜虫。管他呢，给我扛住！师兄，这虫子在吞噬我们的魂力。四师兄，别管他了，二师弟快顶上！是，大师兄。可是，那个人，也许，师妹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快回来！所有人收剑阵，跟在师妹后面爬行，不要发出声音。是，慢点。小狗，我们也爬过去。啊，哦，别出声。越反抗越挨打，这出题的人也太阴了。你懂什么？这场考的就是观察力和思考力。那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情况啊？那还是来个城外啊？虫子被唐万的幻魂力吸引，暂时还不会攻击我们，我们继续保持。啊，那前面那只呢？啊！感到彷徨，未来会是怎样？